在國內做出口是可能真的很難、很困難、很困難。但是我們個個同事做了這麼多年，他們就是很厲害做出口的。我一說喂，真的這個真的可能沒得做，那時候是還是很好的生意，又很好，利潤又好，一個月幾十隻櫃這樣去美國。